十周哦，即个二十周的课程哦，你讲即个成本甲效益的分析，哦，成本甲效益的分析是伫即个咱个工程上哦，伫政府编列预算的时候，做预算哦，八成的规定内底上重要的物件。啊，所以伊写写只即几页吼。是过去过来当前，我久哦，六七当前吼，六七当前啊，咱个曾组长迄阵对这个物件真，伊看了我的册吼，看了我迄本《逃离去哪》，啊，伊就真是要了解讲，是安怎贪污遮济啊，预算啊，拢安尼不管的吼，啊，所以阮时常咧讨论，当时哦，讨论到就啊。啊，成本效益分析是编预算的理论基础。哦，啊，头先咱那个张议长吼讲讲有关预算的周边的代志，是非常技术性。啊，我呢做财政局长，所以也拢主持这个预算的编制。哦，所以感慨足济啦，哦，啊，迄个，所以我足希望讲，伫下一边的咱个参议员的上课的时阵，会当哦讲一个实例，也是个，或者是讲把这环境提出来讲完。啊，所以要圣诞要有时间哦，所以我都伫这里说借这个时间哦，来做一个。简单的报告，咱古早哦，中华民国还未退出，退出毋是咱国家啦吼，啊，伊还未退出联合国的时阵，还是世界银行的哦，算一份子啊。世界银行是各国提钱出来，哦，做一个资金，啊，照顾这个需要用款的人去贷款做建设。伊退出联合国，中华民国去互赶出联合国进程，但做重大的建设，拢甲世界银行借钱。啊，世界银行要借咱借迄个中华民国钱的时，伊个重大的工程，你爱提出报告来。报告讲，你这个预算是开偌济？哦，预算所有的预算，你个买所有的材料，有你。伫台湾生产的物件，佮有伫国外买入来物件，即国外买入来物件，爱佮去考虑你外汇的影子价格 ，shadow price， 吼、哦，叫影子价格。这个影子价格是代表一个自由市场方面，吼、哦，外汇的影子价格，自由市场之下伊实在计算。那是讲你若是固定汇率，咱过去伫1987年7月15日以前，因为外汇管制，所有的美金拢是政府定好势，讲一块美金就是卖你40块，就是固定汇率，吼、哦，卖是40块的，哦，在央行还是银行，你当你把银行申请，啊，银行不再甲央行提安尼，都卖你一块美金。啊是40块，啊你结汇了，你假设讲你买一万美金去美国读书，那么你是提40万来，哦，40万代表啊换一万美金，啊固定的汇率，但这不是真正的迄、那个自由市场的这个计算。迄、那个时段是1980年迄个时阵，因为1984年中国。甲英国的香港条款，对于1980年开始谈判，谈判84年，我决定讲1997年要甲香港并入中国。迄个时阵，台湾的工商界都有人对台湾的未来感觉足危险，感觉足危险的时候，就真侪不管啥物人啊，就是讲有钱的人啊，只要有钱的人啊，因就一直拢咧买美金。哦，
啊，咱所讲诶中国诶流亡难民呐、啊，流亡难民呐、啊，那长期拢咧苏国美。哦，我1982年诶时阵，摕一份奖学金去日本做考察，啊，迄款诶奖学金我开有存嘛，开有存倒来时，就卖互一个中国流亡难民诶教授，卖偌济呢？我是卖42块。啊，我所在吼，王永庆是卖44块，所以这个外汇价值，你若要算伊个成本，真正迄个成本，假使讲要做一个桥，要做一个做这一个高铁用的桥的时，伊是爱一亿个资金的时，伊是5000个用咱在地水泥钢铁，另外5000万爱对美国也是日本也是欧洲买迄款的较用的材料一百钱。你去算的时候，就袂使用40块，爱用42块，其实是44块，迄代表你的社会的成本，迄才是真实的成本，迄叫做 shadow price。所以计算这个本、这个 cost 的这个物件，这个成本的物件，唔是像咱简单讲，哦，我落预算，偌济一个就是算一个。你这五千万的时候，你去换美金来买只材料一百的时候，你就爱用。用迄、那个，假使用5000万币，再用讲40块来算，爱用42块来算，安尼，所以这才是真实的成本，可能就应该是超过啥，超过一亿的物件啦。哦，你账面上是一亿，但是实际上你咧做成本消费税金，爱用，假使讲咱四，卖讲五千，四千万，哦，是讲要对国外买在讲100万美金。但迄100万里头，爱乘42，还是44，再来算你的代表的成本，所以 cost 就较悬。哦，所以咱做高铁的时候，迄当阵交通部伫做高铁的时阵吼，我就时常参加这个会议，你讲成本效益这部分，我是甲伊讲，恁迄个效益估得太高，但成本相对低，你讲四千个，哦。事情诶，啊！但你足侪物件是在了对国外之外，啊！但你咧估计估计你诶国外之外诶迄个成本诶时，你用啥？用个央行所规定诶汇率。啊，实际上你做啥？按照五期诶计计数来单来来讲，因为即使讲你即摆咱诶汇率制度是1987年诶7月15以后就变成浮动汇率，浮动诶汇，浮动汇率。但你浮动汇率，那是叫管理浮动，就央行在咧控制，用央行在咧控制伊个迄个汇率，迄嘛是唔是完全自由市场个啦？哎呀，浮动汇率，比如讲啦吼，1998年个时，1998年咱本土性金融风暴按照道理，迄个阶段个时，咱台币应该变大，应该变大，哦，所以，阮。本来学者拢主张讲，顺迄个势，将代表变大了，互咱的工商界会当出口的时提甲自己倒转来，就趁食，工厂就袂关掉，失业率就袂增加。但是央行的总裁，伊讲啥？实质有效汇率一直咧降低，哦，降落甲100以下，只要实质有效汇率是降低的时阵。咱的代表表示讲，咱的产品有相对强劲的迄个竞争力，所以不但免降低，是爱升值啊。证监会甲中央银行拢根据实质有效汇率来做这个汇率的政策。我甲李登辉总统写一个报告讲，假使呐官方一直拘泥伫迄个实质有效汇率啦，所以实质有效汇率计算是。根据咱甲主要的贸易国家，吼，因贸易量、总贸易、总贸易额、进出口合起来，总贸易额除以甲美国的贸易额、甲日本的贸易额、甲中国贸易额、甲欧洲贸易额安尼，而且呢，乘上什么？乘上它的名目汇率，哦，乘上名目汇率讲，所谓名目汇率，那就即块讲咱逐工看到的，逐工咱伫迄个。57台、58台，吼，你讲股票的吼，哦，今天就汇率或者30块，还是30.2，哦，30还是讲29.8，
啥黑客是黑客是名目汇率，哦，用迄个物件来加权平均，用你贸易，你要就是讲美国甲美国进出口的贸易，甲总量来比较，迄个叫做权数，乘上你的名目汇率，啊，你甲日本贸易的时，甲日元的迄个关的名目汇率。安尼来计算起来，你呀，就是实质有消费力指数，或是 index 的指数，这指数足侪人去算过，所以我来李总统讲，我是真认真算这个物件，啊，我发现经济会所算的欠用啥，欠一个人民币的部分，欠一个人民币的部分，所以你也无把人民币放为计算的时候，你迄个实质也是会一直往下降。啊，结果咧，你就失真啦，失真。所以证监会甲央行拢只用经济这个物件，就无爱互伊贬值，啊，要互伊升值。结果害死足侪工人，都爱直接关厂，啊，怎啊刷去东南亚，刷去中国安尼？啊，迄就是害死台湾人，足侪人就死掉啦。啊，所以安尼讲，如果大家佮较会经济流量开始足困难啊，即无简单了解，哦，佮讲我讲古一个啦，某甲即个工厂，哦，佮隔壁迄个工厂叫某甲工厂，伊生产即个物件，未去美国的时阵啊，未去澳洲的时阵啊，咱报价是一块，哦，啊对方嘛把咱买啊，所以咱叫做卖一支，都摕一块的美金回来，但是呢是汇率是30块，咱就赚30亿，收30亿几万。啊对，啊来汇率是只8块，咱就是只8亿之外。即摆假使讲，那变大概35块，咱就提35亿之外。假使讲生产这个物件，咱所有的成本、材料的成本、甲营运的成本，是一支要30块，对吧？一支要30块，你若汇率是30块，我是无赚无了。啊来一直升到32块，我就了2亿。啊来。汇率啦，台币啦，变大概35块，我来赚5亿。迄、那个阶段都类似安尼，吼、哦，1998年类似安尼，所以我是主张讲，甲变来甲40，咱个工厂大家拢赚10块，啊，就免管起來。叫伊讲唔是，即摆爱甲升大概10倍，结果咱个工厂拢了2亿，所以关足侪枪。所以这个物件，凡是计数。凡是 price， 凡是价格的东西，拢是影响着咱的经济物件。什么物件是价格？咱物价就是价格，利息利率就是价格，汇率就是价格，哦，地租就是价格，地租就是讲一平土地一平厝，我共租这地一平土地一平是1000块，迄个是价格。凡是价格，拢影响足大个。啊，所以价格这个物件，吼、哦，唔通用控制，爱用自由市场的。是啊，中国经济创起来，伊就是控制，一直要控制计数，一直要控制个要治要治，按落治会了，按来治袂了，伊就害了了。哦，是安尼。所以我就用这简单比如讲，如果讲较远去啊啦吼，不然咱讲这个成本的计算，我就讲成本的计算，讲到这个名目汇率，啊，名目汇率。爱调整是安尼调整，有些关键哦。啊，所以你若是基于以这个需求消费，变作伫1998年以后，甲这种准备情况嘛。1998年以后，甲这种准备，咱的汇率政策起来啦，汇率的政策变作害死台湾人的政策。啊，所以有两派讲法啦，一派是台湾派学者主张爱贬值，但是强悍。一派是。中国的学者，甚至讲台湾的学者，代替中国人讲话，讲爱承担，这人做做官，啊，了解无？所以凡是卡着政策，拢有意识形态。因为啥？所有中国学者拢希望中国发展起来，所有中国学者拢希望台湾资金拢甩去中国，替因做建设。啊，但是你想看，决策者拢伫面顶的。因唔知遮物件，遐政治是无读法律的拢唔知遮物件，甚至为读经济嘛搞不清楚这个东西。
所以1998年、1999年，我参我学生认真写文章，咧鼓吹讲爱变大，吼、哦。我希望变大到40，我甲你认为讲，上少上少要变大到30。啊，若无你无法度成，你看，你过3人4人台湾经济崩盘，吼、哦。啊，我讲，李登辉教授、李登辉总统伊较早，哦，上早伫1970年是上好的朋友。叫做佩拉巴萨，伊是世界嘅人，做全世界90个国家嘅经济顾问。我甲你讲，我1989年要对美国转来台湾嘅时候，伊一再甲我叮咛，你台湾嘅迄个汇率啊，台湾嘅台币啊，没有资格跟人家谈升值。你还等于甲你讲，无资格甲人谈升值。你一个落后国家，你若要继续发展落去，你嘅汇率未使。相对高估你的币值，所以高估币值就讲，咱用一只100块去买一个美金，叫做高估币值；咱用30多块、40块去买一个金，叫做低估币值。宁可低估你的币值，不可高估你的币值。中国知影这个关键，这个诀窍，所以1994年啊，4块换一个美金，改做8块换一个美金。我做1994年的3月去。北京考察，去上海考察，吼、哦！我去的时阵，才1块美金去换4块，我转来的时候已经变8块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因为贬值嘛，超乎寻常的贬值，超过市场所说的贬值，所以就躲过1997年的金融风暴，亚洲金融风暴。哎，可惜，我1998年10月12日以后，甲李总统。写一个万年书，伊即使就是伊当伊的时阵啊，央行总裁并不当伊，伊讲有独立性啊，因为徐远东死去啊，哇，现在这个央行总裁，所以人来讲，伊是6星级的央行总裁，我拢不以为然，因为还是大陆经济，好，这是另外话了，我是讲，但是讲都不时间，我来讲给大家听我这个故事安尼吼。回过头来来讲，一本笔这个字啊，哦，所以咱对幸福一定要做深入的了解，哦，啊，这里，头先讲的是成本的估计啊，哦，成本估计就是你本国的买物件用本国的价值去估计会使，最好进口物件爱去估计你的，哦，迄个汇价，哦，外汇价格的。市场价值，好、哦，啊，过来就是啥，也效益的分析就足明显，效益的分析哦就困难，你看到的是好讲，那是讲咱这里、個，咱的迄个曾所长这里讲义内底吼，有一个是一个实例吼，第一个实例嘛吼，啊，第一个实例嘛真清楚，第二个实例迄吼。那实在是伊足客气，唔敢讲我的代志，那是通关的。通关迄个基金会哦，为了办基金会哦，伫老朋友时代哦，老朋友做管理会中间啦。1990年、1998年以后，1989年以后，整个会上，房地产起个足厉害，啊，通关哦，房地产销售量足大，所以哦，伊进来6-7档内底啊。超收伊个税收啊，是将近百亿，哦，所以老朋友遐下家厝遐，安尼又细细安那，工程一直做，干那个鸡蛋开几多钱？小鸡蛋开几多钱？哦，啊，体育场开几多钱？啊，体育场小鸡蛋创好先，就办基金会呢，基金会了先，干那个体育场啊，一年编1000万员工的预算，哦。啊，然后搁再啥，9000万的维护的经费，一个运动场9000万一档的维护费，我看了这预算，我就感觉出头了。我去看过人面书，我面，卡安那看都无开9000万的迄个遐济啦。啊，所以我意思是讲，这个物件爱个啥，爱个花啊，个标出去，和平间去经营，咱要当收租金。我讲一个例。桃园迄个，有一个什么建国路啊？建国路我袂记啊。哦，伫铁路边，毋是建国路，伫铁路边有一个什么
哎，什么国际路，国际路，国际路去路边啊，有一个游泳池，那游泳池规模是真大，可能我唔知开偌济钱，那是我起以前起好啊，租湖边间，湖边间去营运，一年收500万的经费。我举例说明，咱甲迄个所在，我伫管委先举例说，咱甲迄个所在，无迄个民间去经营，人伊经营咧足好个，真有效率，所以哦，经营者有趁钱。咱一年收500万租金，咱拢免开用个礼金、人事费，嘛免去做维护费，拢免。你体育场内当用这个方式，你标准有人来抢标呢？有人来抢标的时候，伊标金可能是1000万、2000万，甚至3000万。咱一年收入3000万，啊，咱即摆无去标准的时候，变预算原讲是1000万，过来9000万的维护费用就一亿出去啊。结果这个情况之下，你一年就是。就是了了过来清白，管六块赞成啊，但是向我赞成。迄体育场的迄个主任我赞成啊，安尼无赞成。伊在甲教育局长施压，吼啊，唔知教育局长唔知甲伊有啥物关系，所以教育局长嘛唔敢赞成。因为啊，啥体育，这个体育场的主任未赞成。因为伊是来去做游水税啊，游水税啊，我一前是员工的费用，啊，我交1000万的迄个维护费用是皇亲国戚拢伫我遮咧食饭呢，啊，阮兜亲戚朋友好朋友亲戚朋友拢伫遮咧困这一饭的，交1000万伫遮咧分的，我咧甲表示我都无啊咧，啊，即款，啊，伊只要甲向甲面顶打电话是就好。家己为打电话写着话，家己为打电话写着呀，着好啊嘛。我是以为哪哪讲，咱就哪家发听。可这个程度呢，所以解决有些简单。我看了讲管路建明咯，我就做失望。讲的是土，做的另外是土，啊，拢卡着啥个人的利益哦。所以这是明显就是讲，咱这这是效益就产生出来了。哦，咱常住收入那有3000万，一年那就是。减少7000万的，甚至讲，你讲一亿免变，我阁赚3000万，按是效益到就是1亿3000万，所以效益是有当时看会着，但有当时看袂着。伫这个实例二、实例三内底吼，迄个桥吼，我嘛上无拢一直讲这个桥。这桥，假使讲一个都市，一个都市有一条溪水中过，吼，啊，干咧一个所在较老一个所在有桥。但经济发展的结果，迄个都市发展的结果，本来是东区是较发展的，啊，这个西区吼、哦、较无人，农业区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迄大溪水也袂根本无造桥嘛，因为啥，农民足简单啊，农民就是用船来运嘛，无要紧啊，甚至吼、哦、水较浅的时阵了过嘛，啊，所以就无造桥，即个都市发展啊，来发展的时吼。就社区就开始发展的时候，开始人较侪先，大家足好方便哦。那这桥的东边，桥的这个南边，那要去要迄、那个去北边去，都要坐去东区，啊才过桥，啊才坐过来，啊这时间可能要一点钟，啊是讲吼，咱卖讲成绩啦，成绩就不会少，要一点钟。啊，即个做一个桥过先吼，做一个桥伫社区遮，伫社区即附近遮啦吼，要过桥吼，10分钟就过啊咧。啊，所以你爱过去50分先试性起来，这50分先试起来是喏，比如讲一年内底有偌济人经过，这偌济人数字甲估出来，几台车过，啊几个人过，啊一个人假设若是哦，先50分，啊若100万人嘞，100万人都50万，你5000万点钟，5000万点钟，你可以讲一个人一点钟100块，啊就好个，哎50个会记得啦，这个实质有效的，迄个效率。受益有的是其他啥，好，这是看得出来。啊，即摆讲，做桥个景观足水个，你甲创足水个先。这个景观，互咱看，咱对遐过人，感觉足舒服个，而且消费要偌济，吼，真歹计算啊。啊，高铁就是安尼，哦，甲碰大一部分呢，我都计算个碰了一部分呢。假使讲，事实消费就讲，我即摆高铁个估计中，我偌济人去。来坐我的高铁，先花点时间，所以这算出来可以，也当算出具体的这个效益出来。啊，具体效益该讲，伊讲一年有7000亿，啊，人家讲
我吼、哦、一年内底啊，我有2000个迄个不可看到的一迄、那个迄、那个迄、那个啥看不到的那个景观效益。你安尼甲我安尼写，类似安尼啦，就讲两倍较济，往往是有上过分啦。吼、哦，但你爱算时间足长的，讲30天还是50天，所以可能你会当碰到足大。所以我是主张讲吼，爱有限制，爱有限制。水上会当高起啥？假使讲这个球做起了，变成风景区，变成一个景点，啊，所以有偌济人真有带起带中外的人来这个所在参观。啊，来这个所在参观时，这就变成一个小型的商业区。啊，这商业区大上会当增加这人的是偌济，用这个来估计。所以吼、哦，我是甲曾言建议讲，将来咱啊有这个物件是限制讲伊的。哦 ，intangible， 那个 intangible 那个 benefit， 改点个 intangible 可以看到的具体的这个效益的30%哦。而且伊捧着块足大个心哦，变做行卖做，中国就是安尼，大行卖做，啥物工程拢卖做。哦，啊，我想估计个啦，咱讲咱高雄科工馆，咱高雄来就足知啊，科工馆开偌济，土地卖剩80亿，土地无剩80亿，足济寡人唔知呢。土地无剩80亿，我带我的这个财政科、财政局的人，包括这個国强电器的这个财政科的遐员工，去甲访问的时，去甲参观的时候，我就甲我这员工讲话讲，来个我这同事讲话讲，我问迄个讲的讲，一工超偌济人来，用车200亿，啊，另外一工做几万？啊，200外的服务，200，啊，我啊门票啊是200块，我一天200，啊，那200块一天收偌济？4万，4万的时候，一年收偌济？都1400万，1400万，1400万，啊，你200外的薪水偌济？可能3000万，爱3000万。哦，看看哦，你讲迄无足力去啊？哟，起码你80亿，这个物件，假使加上土地一摆的时哦，起码你要收一个对吧？一趴先尔。哦，所以咱个想看嘛，伊是了解什么？咱这个中华民国会烂？然后，这程度，予咱台湾人吼水足重的。哦，我伫因要讲的课内底有一个考题，哦，迄个考题，哦，大家当作参考。哦，伊讲财政赤字会发生，哦，毋是政府无袂开钱，诶，中国学者拢安尼讲哦，啊，搁台湾哦，去啊，中国学者，一寡台湾学者吼，拢去抱国民党个脚下。你嘛拢甲国民党同款的想法啦，哦，政府目前政府这个预算赤字吼，结算拢赤字的时吼，像头先咱张院长去讲的讲，到八年到九年啊，还是100年我袂记得，到吼，伊的税收1条4000外亿，伊的支出是1条6000外亿，都赤字1000外亿，哦，伊讲财政一直赤字，唔是你乌白开。哦，是你税收不足，因为你赋税比例才占12%、13%，啊，但咱民间拢讲讲，哦，重税拢有中华民国慢慢税，啊，拢真重。等到咱那边纳所得税的时代，哎，对吼。所以我来看下，甲伊相反，我听讲说，你的财政赤字，唔是你税收不足，是你预算乱编。正常交接，贪污了了去啊！安尼我安尼讲啊，因遐中国学者看了我拢头痛，因为我来看拢解无用啊！啊，我顾一寡数字，具体的物件，因为我做过局长时，我做具体的例都提出讲，哦，讲种300丛树啊，2000万，安尼是乌白开，还是税收不足，还是乌白开开了？这真具体的啊！吼、哦，所以类似这款嘞，咱讲。一本比的这个分析足重要，哦，这是上基础的。啊，你编预算的时候，咱
我看过全台湾各县市的预算书，无一个合格，包括中央预算、中央总预算，无一个合格。那等于讲有2500多个单位咧编预算，迄若摕去甲美国、甲人比，无一个合格。我看过美国 Salt Lake City 盐湖城的预算，盐湖城的预算书。真简单，真明了，每一个人看得到。咱的预算书是干议员看得到，民众看袂到的。安尼呢？嘿，就是斗空。议员甲这个政府、这个管府啥吼，斗空。啊，即个乡公所吼，乡公所乡地市公所，甲乡边的代表，嘛拢斗空。你一般人看袂到，伫美国是任何人拢看得到预算。所以是安尼编预算，你讲即摆也是委员制吼，迄、哦那个委员、市政委员轮流当市长，吼、哦、啊市政委是宣传，吼、哦、啊因拢请专家来，所以咧预算吼袂爱做不起。伊讲诶，叫环保，环保这个物件，我废弃物一年处理偌济废弃物，吼、哦、我安尼处理的时，会爱开偌济钱？另外一个方式就一明。这个第一种处理方式，我要花多少钱？第二种处理方式，我要花多少钱？哦，第一种处理方式，我可以比如说焚化炉，我可以处理多少垃圾，还花多少钱？第二处理方式说，我们掩埋的，我花多少钱？因为第三种处理方式，有的东西可以再生的，我去拿去再生，我就花多少钱？啊，三个家己做会，哦，编辑出来，先编辑放在家，另外两个放在家，就是 alternatives。每一个动作，每一个预算都有一个参考的这个替代方案，叫做 alternatives。看到右边，和那里那里民意代表来做选择。安尼呢，我所看过台湾所有预算，无一个有这个方式，无一个有这个方式，拢随在编一个尔尔，无替代方案。明明那个预算筹编原则来的，哦，以中华民国五级行政院颁预算筹编原则，哦，预算筹编的手册，讲你得编预算的时，你提出一个你感觉上好的方案出来放在遮，但你另外爱放一个啊两个替代方案，和民意代表去选择。正如咱头先正言讲的讲，咱政治来讲哦，那个你会委员，那个管理员无一个捌者。啊，甚至伊的助理慢慢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就拢糊弄，最后拢把我表决解决了，皆大欢喜。所以皆大欢喜讲，因为官员嘛就是好康的，议员嘛就是好康的，这工程这侪钱啊较开啊，无钱才过来招啊，无钱才过来招，啊，然后就是变作车子，变作负责哪样哪样子，哦。啊、所以这预算的改革吼，将来是足大足大的代志。咱今日之所以甲各位这个中央报告吼，重点就希望讲大家真正为了改革吼，这方面爱用这个时间、用这个精神哦，来研究。这个，我是讲一寡原则啦吼。然后大家做一个参考。将来咱就希望讲。普通行政人员训练班，啊，然后有3个月、10周课程的吼，10周应该是4个月啦吼，4个月课程，3-4个月课程，啊，将这个物件吼做一个，将来咱当然吼，这个监管就是一定爱有啦，那一个行政学校，有一个行政学院啊，行政大学的吼，专门训练这个物件，每一个人。哦，拢会当充分了解。我讲这是咧，我伫环境卫生，我足希望讲收编预算的时阵，大概编预算的，每一个单位拢来接受这个演习，我来主讲。我甲只所有各单位的这个前线，咧编预算的前线，只少年太太、先生、小姐拢召集起来，但是咧2-3百人，我来甲讲习吧，哦，开始讲只环境，哦。啊，甲咱的法令规章安怎讲？我相信，讲是一部分哦，编出来预算绝对是较好个啊，无影。
我甲你问问题啊，我拢知影，了解啊，拢知影咧做啊。但是即摆来提出来预算一看，我只初步的心哦是财政局甲主计室合起来去审查预算，无一合格，无一合格。我以前咧，我明明上好甲恁讲过啊，未使咧，你一定爱提出我所讲的这环节。用不惯的主管讲，卖插在菜市上啊！卖插菜市上来讲啊，咱就五年一百万，只卖改变一百一万啦。啊，伊若无钱了，退到一百十万嘛，我紧啦。安尼啦，这款的物件，这个物件要哪会进步？哦，首先咱早起上讲的零基预算，第一个零基预算是生理企业界，就讲我这个业务要继续做的无？哦，逐年监督这个业务有价值，我继续做。那无起来做来因，我就甲停掉啊，就停掉。哦，所以美国的公务员是有失业保险。你这个部门、这个单位停掉的时，你这人唔免讲到处去杀。咱台湾、咱中国啊，中央就是到处去杀嘛，杀去别个所在，只是唔免人嘛，甲杀到迄个所在去做用人领薪水。但美国唔是安尼啊，你这部门若无失去功能啦，若无功能、无功效的时，无需要存在的时，就马上无去啊。促销无去，叫人去呀！啊，回失业津贴，你该去找他咯，不一定是政府的机关，一大部分拢是伫私人机关啊。所以这大概的吼，实在是真无简单。咱我有阵想吼，咱八十几年吼，这款烂政府，安尼殖民统治个这个程度，大家已经无迄个理解性，啊，拢徛伫本位立场，啊，个人利益的角度来看问题。所以你家己这心哦，这人的心哦，要来甲扭转过来是足困难的。啊，但无做过比赛，所以哦，我是借这个时间都安尼，抽签啊，啊，大家做这个报告哦，来补充啦，来说明。各位哪啥问题是不是？咱换下手起来讲。所有财经问题，咱拢会当问的。我有两天看法，我讲。我吼，伫财经方面的物件，我涉猎够宽，算一宽，足一学者哦。无就是单纯知一项，哦，对向面足专门的，哦，无就个体，哦，个体经济方面真专门，哦，啊无就是对总体经济足专门。啊，我做处理足快，所以我有关个体问题，我也拢真处理。啊，总体问题我也真处理。你想头先我来讲汇率的问题。你林权那时候做财政部长，进前，那个公家去杀我，因为一转讲个体，你总体唔爱讲杀我，哦，啊，我都会对迄个巴拉萨，总体开放总体，开放总体，哦，国际经济，诶，迄个开放总体经济的物件，啊，所以用我实务上花足侪时间咧，我用八年时间。写一篇文章，八年，啥物人有这个耐心？我今日是要讲的物件吼，零七点我来去，啊，这个，我有把17篇的单位的物件，放伫迄个张扬生的电脑内底，吼，啊，每一个人然后数据看。但我头下来按用的是我会分迄个单号，大家写咱的 email 地址，吼、哦，爱心接到张扬生，爱就怎啊发票，大家将迄17篇里面爱文章就寄去，即个你有考题，吼、哦，啊有即个评论稿，啊有我个人单元的迄个文章，啊是讲甲我学生合写，啊再还是我的学长合写，安尼。啊，本来咱较济，啊，结果我提我的应题来是2009年退休前后会落的迄个物件，所以2009年以后的2010年、2011年下物件都无伫内底，啊，所以我还佫保留过来，因为我电脑都伫派去嘛，伫过年前派去啊，提修理了，啊，修提到用两工都佫拢无电啦，画面拢显示不出来。啊，所以就甲之前拢无法度用电脑，吼、哦。啊，我伫迄、那个迄两天伊用的时，我有传一寡文章，张扬生，啊，
但伊讲伊无收着。啊，所以我即个今日用迄个我的硬碟，我的硬碟来给传输到伊他的电脑上。啊，各位若需要有处理款，咱去改。哦，咱点资料伊当伊就主动来传到伊的电脑里，啊，你来给伊做来看。啊，一定看无的。啊，看无的时阵哦，你来看无迄部分。哦，我即个你无真深奥物件，真数学的我拢无囥伫啦，囥伫内底。那将来一步一步，我会把有一寡数学观念的物件囥伫内底，图形、图形还是数学观念囥伫内底。咱若普通行政上的训练班有四个月课程，三个月、四个月课程，我一定即五班拢写满满，五班爱画图，爱数学观念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这物件是真专业的物件，真专业。好，我讲啊，这个所在嘛，差不多5:20啊。啊，大家唔知有啥问题要问无？罗小姐，你有啥话要讲无？秘书长有啥话要讲？来。感谢大家，给我遮侪时间。因为我本来预计讲英文2点钟，结果才1:30尔，所以1:30无够我讲吼。我就。就这时间，把这个预算的问题先给大家做好。来，咱们秘书长，好。还有意见无？不是，我不是意见，我讲无意见。有啥问题要问无？讲无。有，来这边有。我想要先告诉你的计算的，给这个问题啦。哦。可能这场嘛，介侪做伙用电竞。伊个预算有一个，伊有一个迄落。预算编审要点，吼、哦，也有一个安尼规定。我讲我做乡长的这个经验啦，吼。我们就用，当然这个普通预算，这是普通的乡所的本身的预算。但是，我有公共资产，搁另外公共资产一个预算安尼啦。但是我做乡长的时代呢，我拢编了60万的公关费。公关费，恁拢知影啦吼，因为恒春地区是迄落观光地区嘛，你若数万外的人，伊肯定就无要去恒春找我咧，啊，乡长的这个特级费才27,600尔，迄个再三个27,000嘛无够。个月20,000块，还是迄个一年？特级费就个月27,600。啊，我遐若做迄个首长的人，红贴啊侪，我捌只11张啦，只11张的红贴啊。哦，啊一张1,200多，啊就爱万几块。但是这个预算。变落，我甲算讲，阮的公资产的收入是4,000,000。啊，阮遐是偏远地区吼，一年的这个大学生差不多2-3个。讲到迄一讲，伊我都靠着嘛，是我都赚啦。啊，佮迄阵的这个收入足低，我10%尔。所以我为着这个问题，我甲编。小学到大学，全部有这套作业对啦。所以这个政府这个目标是由我来做引导的啊。但是这条预算，上海馆长唔爱我开支，国民党的迄个馆长啊，我就先做滴新政府，新政府是宋楚瑜做县长，也可好唔肯安尼啦。但是我在你竞选的中间，这张支票开出去。无错，人绝对袂使咧。袂安怎对迄落选民交代喏？我所要考虑了，我用命令指出，因为主席甲这个财政科长是官派，伊当然个人立场啊。我讲，恁主任开会，有代志我全部负责就对啦。大家高声，应该是讲声也好。我做来做好。结果一条钱开了呢，我算算的原则嘛是讲准予备查啦，了。啊！伊无对，我头先死的时候，伊国校实习甲1-2年，国中实习第一年安尼啦，到第3年国小甲国中
全面政府负担啦。所以台湾的义务教育是我林金龙带动的就对啦。啊，我有一届，人我检举讲我利用迄、那个，我甲利用迄个公司赚的钱啦。检察官，我调去了检察官。我讲检察官，我做乡长，迄张支票三粒银安尼，我乡长当上尾呢。财政科长甲主计，他有可能讲无啊，无后壁来，无可能嘛。我讲检察官，我寄阮的，阮的迄个公司咧，我算互你啦。寄伊转拢到即摆拢无调，只啦调一届。所以我同时去对付国民党啦，我绝对拼迄个命就对啦。嘿，开的钱，但是唔是讲着我落啊，我绝对无咧惊伊。感谢啦，感谢啦，哎，谢谢。哎，要行讲吼，听你讲嘛，就感谢。要行讲，做你每个市民要做市长嘛。经济了讲个调查，各乡镇市区的预算拄啊占中央总预算的2.5%尔。伊讲伊绝对袂努力啦，我去找伊是讲，今仔日你做你看我就对啦。但是即马可能都有3%安尼啦，到目前有3%。最近是。是共阮上方所一年收2亿嘛，敢若真正就是5000几万去啦，哎，啊你搁共伫阮伫屏东，伫阮手内个屏东100公里啊，哦，敢若乡长的油料是补助280日啦，一个月啦，拢嘛搁家己搁贴差不多3000-4000块落，哎，迄阵了省政府的时阵走造福风来去600-700公里，敢若迄哦诶。代表我是无讲，我讲，我绝对无惊你迄落啦，嘿，我若无做民事，我了钱，我甘愿做啊。但是恁莫讲我，了，恁莫批评我安怎，嘿，我讲只好，做上够啦。对，是这样子咯，大家吼，大家看看，看怎样，咱今日做好，做个成果。咱所有咱将来的市长，吼，县长，啊，市长拢爱来学习，确实是做了真。有人真甘心啦吼，一个关系拢足变起来，吼，伫这个恒春半岛恒春的半岛吼，太阔太平这边头，啊，嘛创个足好势个，所以做官都爱喜欢嘞，咱只会讲真正讲身在公门好修行，而且安尼做，所以我感觉讲，顶个伊去恒春的时候，听伊遐讲嘛，感觉足甘心个，其他唔知道啥问题无，免客气哦，吼。当然，地方的财政足困难的。我是专门研究地方财政的。哦，我一本，我有一本地方财政的迄个册，伫迄、那个，咱迄个书架上有，我有看两本去啊。但是较理论，较理论的部分哦，就是数学的，卖甲看，你来看，看你看无就好啊。请，请你。那么，民政府如果以后成立以后，是不是要爱国家人间变的？抽迄个税收，吼、哦，这是安尼啦，是不是爱甲抽迄个税收啊？咱将来制度甲现实是一定无共款，尽量卖扣税，尽量减税。我方叫做讲减税教授啊，我人税拢要减的，我感觉太贵太贵。你税收吼，你税，咱的税制吼太不合理。你是讲土地税啊税，60%，我要求啥？刚刚10%就好，10%。迄、那个遗、那个遗赠税啊，遗产赠与税啊，较早是50%、40%、30%的迄有无？一直落来，迄累进税嘛。我足早以前是10几年前的时吼，叫做副改会的时，我做委员，就是李登辉时代1996年伊当选了，就成立一个副改会，我做委员时，我就算讲10%的时，甚至零税率，零税率，吼、哦，这物件吼真趣味啦，足侪人甲我讲。甲讲，你注定10%，也是注定零税，安尼都无税收，啊好个人财产拢留落，无甲扣税，安尼唔好。我讲主要咱来看啥？看讲你对国家有信心来无？我举一个，我创一个简单的模型。有一个台商有4亿，吼、哦，伫台湾投资一个，伫中国投资一个，伫香港投资一个，伫新加坡投资一个，一年后每一个单位拢赚1000万，台湾扣税扣偌济？扣250万。中国扣税扣偌济？扣350万。啊，香港甲新加坡吼扣15%，都扣15万，啊150万。
所以伊一年后伊个钱偌济，拄一亿，搁再伫台湾是一日过750万，伫中国是一日过650万，伫香港甲新加坡是一日过850万，死起来，死掉诶，要扣遗产税，因囝来扣遗产税，伫台湾扣偌济，扣5000万。一亿过750万，5000个较低啊，一半50%去啊，啊，五千万啦，吼，5000万以上啦，伫中国有得扣无？免，伊无税。伫新加坡甲香港偌济，扣10%，1000万。啊，我来做迄个台商，假是我台湾工厂我都卖掉啊。搬去中国，还是搬去新加坡，搬去香港，哪知意思无？哪知无？咱无国际竞争力，咱的税制和咱无国际竞争力。所以哦，十几年前我来做地方，10%算较合理，农民扣税人爱讲话，哦，所以就讲，这税制的物件未使扣甲足悬，啊，但是地什么所在扣较悬呢？咱的地地税也扣较悬。咱咧房屋税比地价税较悬，即个无合理。哦，将来咱地价税爱相对悬起来，啊相对悬起来先多钱多钱个房地产，即个贵到迄个程度。啊，你即个土地上个税甲降低，啊地价税逐年逐年爱扣，提升1%多。咱只啥？咱只话是全台湾实际个实质个即个地价税率无甲1%，无甲1%，100块扣无20块。哦，就是什么叫实质的那个地价税率？就是、你地价税的负担除以你的土地的价值，不甲一块钱的价值，所以税就无税。啊，土地征的税足悬，但你若无交易，都收无税，对不？啊，所以这经营者是安尼无交易，因既然遐悬，我就歪卖嘛，我就爱等到我四只要卖的，四只要遗产的阮囝的，安尼你扣无税。啊！你应该逐年扣税物件，你家扣好税1000块再扣1块。台北市上俗，台北市10000块扣还是扣1块？因为咱税制有问题，安怎问题？咱是地价税是累进税，有一个累进起点地价。台北市是对3000万计台开始累进，咱台东才50万开始累进啦。所以台东的地价税比台北市低贵偌济？贵过十几百千转，啊！那呢，我若是台南人，我有迄了解，我台南开二条来台北市买，啊，所以大家拢去台北市，因为台北市相对也税负很低，啊，就增开的所在反而很贵很高，安尼是当然大家拢对台北市去集中嘛，所以这是不合理的税制，所以咱要改这个税制，是一步一步要来做，就首先就全台湾拢同款，对1000万开始。啊，增加的税就足轻嘞，啊，多些税就较重啊。哦，安尼先哦，咱渐渐人口就会回流去这个增加，就是安尼。所以咱对这物件要细节的了解，哦，谢谢。包括我这都要问题，来，姚老师。那目前呢，台湾统治当局啊，哦，就是要征税负的分配。宋北清啦，啊，对，统筹会出来了。哎，宋北清啦，哎，人都结束就少，啊，是讲伊话多嘛，同款。所以台北市台北县哦，伊人口侪200万，啊，分足侪，伊结束愈侪，啥一寡议题啊，话分足侪啦。啊，咱偏远地区哦，拢无，啊，所以偏远愈落后愈好。哦，即款呢，咱以后咱啊执政哦，爱相当做考虑。即话吼，即话已经叫上来回答。谢谢。哎，我有可能听文章来讲这個，哎，这内底十几篇内底有一篇来讲这個，哦，我来提出来讨论啊。好，那无问题，我来做个讲到这为止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起，立即，起立，下课。你看别人家嘛，写作。我讲哦，你谈话咱一般，咱一般做哦，非常严格的，那你另外有人看。